线的。整体而言的话，就是 Najin 在哭哭啦。现在场上十个人有七个在 Najin 打过，但是 Najin 没有来世界赛这样。对 ，Najin 还已经改名了。来看一下上路这一个捆绑没有中，不过后续波比已经开启了接近不已，在扛着一个 Pina 的上吊之后，波比想打完全打不赢，三个人赶到是骷髅开启了鬼步死亡，直接并没有命中，混沌猫炸了下去。看起来想要往死里打，又可以交出了闪现，不过后续 Pina 的补脚已经跟上，并没有死。对吧？杜克跑掉了。啊，这个我觉得 Rock Tiger 打得有点太硬要了，而且 Kuro 来的时间算是蛮慢，快守不住了，就跟 Blake 讲说，学弟啊，你来守塔。然后 Blake 就说好，马上来。然后他就直接走那个中路河道，穿过 KT 四名成员，然后走到塔下的时候就死了。哦，这边来看一下 Snap， 中路一个闪退 Snap， 哦，中路 Faker 一个大绝后交闪现拉到左半边草丛，把 Tiger 人三个人懵了，看到这一个大绝加闪现。这个懵了，连下面的观众都直接嗨起来。所以，然后前期的话又给 Becky 取到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我这一把兵剑直接往中路射去，中路过来穿过的是 Benji 一个问号，怎么是穿过了？后面是鬼步开启，骷髅想要硬追，又是一大堆人集结，不过开启大绝，但是一个壁咚 ，Faker 已经倒下，开启大绝 ，Benji 准备逃命，丢了一个斧头往右边逃走，不过被手指台阶给敲了起来，就再一个战锤冲击往这边射了下去 ，Faker 拿下了这个击杀 ，Rock 开一个前期这一波下半部的团战开启了一个2-0的开局，前面发展是就小组赛都有扛住，对，这边的话之后其实压力会非常大。Pina 的上吊拉开，龟兰在后面，再下来之后的加速，不过冰剑命中了龟兰，是后面远程的被的冰剑，3秒的 CC， 不过后续其实是 Benji 想要先往左外面杀人，龟兰被留住一个柱子的 Duke 顶起龟兰开启加速，最后一丝的血量是被特朗德给直接吸死，被打爆了，对，很早期的就直接炸穿，哇，这是直接绑刀，大绝炸了下去，不过一丝感到闪现的绑被沃夫的闪现给躲掉。外面在开服 SKT 开始有所犹豫，其实 Rotag 是有事也可以来做确认。Pina 的感到也是触发了四秒的一个 buff， 没有错，已经开了出来。对 SKT 现在这个位置会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Ben 完全被封住。哇，这一个上吊选择落在 Ben 身上，哇，这个位置选择硬绑绑到了 Ben， 后续 Ben 的伤害扣了一大波之后是被虚弱，硬咬硬换没有成功。倒下的是伊利斯，左半边的位置卡玛也是硬生被抓倒下，那个必须交大来保护自己，不过 SKT 所有队友已经往前，贝克的闪现又一个 Q E combo 直接把凯特给带走，维克特赶到想要硬收，贝克看起来是在劫难逃，是被波比给收掉了之后，后续欧拉夫想要硬劈又被波比的硬冲锋给冲走，后续 SKT 三人成员想要硬拆打成功往后撤退，这是一个维克特死亡事件，逼掉两个闪现，沃克位置有一点前面，人们用最后的魔力开启坚定不移，不过已经没有魔力再冲了。这波怎么换下来的话，是一个2-3感情，可他已经闪现进去也杀到人了，我觉得这并不算太亏，也本身球女的闪现其实没有说到这么必要啦，如果他的位置走得够好的话，在这个时间点的话，看一下球女有没有办法影响这一次的战局哦，目前还没有看到球女的位置，哇，他是被凯特琳封锁住了，没有办法下来，那你开启大绝准备往前硬冲，拼了在后面还在吃龙，前方面是一个4-5，拼了说我要硬吃龙，不过学长妹妹已经被卖掉，拼了上吊，不过并没有任何锚点下来，就是落在了插上去的眼睛，哇，这个眼睛是把拼了给救了出来。对，但是这边很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到 Pina 还是成功的把第一条的火龙给收下来了，有两条了吗？这是还是 OP 上错了吗？我感觉应该是 OP 上错了。混沌风暴钻下去，电出了，就是直接把他给电死。哇，就是他这个理性其实玩的还算是蛮强的，但我觉得他主要的问题还是说，当你就对面对线强，直接被开大，一套伤害搭配冰剑。直接由沃夫拿下人头，就让 Tiger 人没有办法往前进攻，上半部还被 Duke 给拆爆了。对，所以看得出来 SKT 其实开战的位置，拆二塔其实都非常方便，我直接硬转过去。而其实 Pinot 看起来是已经放弃了，他在吃火龙，我拿三条火龙跟你硬打八龙，而且其他 Rock Tiger 人也没有选择去守，他们有拼点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吃，但他没有选择去，他们已经放掉，选择拿第三条的火龙为24%的战斗力。运气有一点好啊，只能说裁判、这个评审、这个旁边的这个球评都是我的人，并不是这么的好。但是韩国体系的队伍基本上都会玩。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上路 AD 角色有点太少。你如果打野就是固定选 AP 这样封的话，哇，欧拉夫来了，这个可能要被留住一个斧头，已经吃到一种冲锋往右外面走，不过刚好被沃夫的绑给绑住，绽放站了起来，一个飞起之后，波比没有来到地板上，是直接在空中就死亡，去走了。走上路其实会比较偏落单的情况，而且在逃跑的时候其实差距蛮远。这里硬开，
时间算得非常的好哦。TP 来了，就左半边位置，再让Tiger面前直接放了一个产能装置下来了，六个拆了一个柱子，不过直接被留了回去，帮我拿下。Pina 拿走之后，这边看起来让Tiger选择开启一波团战，左边六个开启天狗，这边是直接被锤走，大绝效果并没有在这个团战展现出来。哇，我Tiger这一个开八龙，我现在其实不太敢逼你他，我觉得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开了，被赶到冰界往前射，被躲掉，打到他是，他是被可能要被打掉，本身还要硬打，被开启的专注射击，反而硬打根本就要闪现拉开，开启的 JDB 往后点，王牌射手往冰河的方向一射，不过高地塔已经没了，而且再用个球女的大招把骷髅的闪现给逼掉，一个绑。加入的绑绑到两个人，波比的进场可能稍微考虑了一下，就敲两个硬杀霍夫杀掉了。不过后续要再追击有没有机会？边境丢了个斧头运到两个人，而且在空中再开了一个拦着往后拉掉。上半部 Duke 拆的可开心了。对，这边 Duke 这个 TP 取消其实非常的关键，要不然 Rock Tiger 刚刚应该是直接就拿到远古巨龙了。HKT 跟你打的就是一个拆塔，玩这个游戏的宗旨，不知道就要等于是这个 play 的话，是中间连续亏了两次。我觉得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好，我是 map， 我就是在下路没有塔，我在下路硬守这个塔，然后我来占这个远古巨龙的点。因为我现在打远古巨龙，其实真的说老实讲，真的不一定会输。如果三条火龙在打，是还蛮容易打赢的。然后我 map 只要可以 TP 进场就好，装备会满。不过火龙已经没有了，这伤害的成立不了，他有在后期一定会来的比较大。看一下波比的大绝往前一锤，锤之后两个人这个团战看起来是可以开的。看一下远古巨龙谁拿到？一咬，结果没有拿到远古巨龙，被你开起大绝再拿掉。哇，直接打两个人一打，哇，这是被他伤害直接把骷髅给杀掉，再拿下来一个卡玛，这是一个 double kill 之后，太阳再把凯特里给直接咬死，伊丽丝也跑不掉，又慢慢指下 Smap 一个人，虽然锤走了两个人，不过自己的四个队友都已经倒下了，这一波团战妹妹已经要被留住，而且 SKT 准备要来笑纳这一场比赛。这边 Wolf 追只是在最好玩的，这个游戏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中路完全没有人在守的一个状况，现在 Smap 来追击这个 Bangy 完全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这是 Faker 的团战秒掉了连大绝都没有开的骷髅，这太关键了，这骷髅连大绝都没开出来，是维克的就选雷兹就好了，选什么维克的，就雷兹被背了。我觉得 Rockstar 刚刚那个团战的处理其实做的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等于是拆成了两边要。